I work hard every motherfucking day, yeah, yeah, yeah. I work hard every day, yeah, yeah, yeah. 防疫众生相，看了这视频还好意思骂其他国家的人？美国打折网新年购物神下直播，这段视频上传到腾讯、优酷等视频网站，根本不给过审的。简单叙述一下吧，门上被贴了此户系武汉返乡人员，请勿接触的字样 Thumbnail willingly click to via original image。 门口被用铁架里牢牢汉死 Thumbnail willingly click to in original image。 负责操作的可能是派出所的民警加上社区的工作人员，门里是那户人家的哭喊声，别锁门。 Thumbnail willingly click to view original image。 现在微博上还有视频的链接，不知道能存活多久，可以戳这里看看。昨天有个新闻说韩国有人请愿要求政府禁止中国人过去，但被政府驳回了，结果评论下面一片骂韩国人的。结果我们自己做了啥？门内的叫声听不得。防病毒就是这样防的。把我们的同胞都当成了什么？别说我是带节奏，经常上面有什么政策